只是偶尔醉意会催人提起，问你在哪里，能聊到我心意。时间是下午的5:10，你今天好吗？今天的落霞快闪在5点，但是我写论文写到忘记了。今年的7月很特别，因为绿老师决定要毕业，而且要投入下一个阶段的学习。本来是决定在就是开学以后，但是后来想想，打铁趁热吧，所以拖着有一点还没有康复的身体就开始进行最后的书写哦。希望这一个月我可以很顺利的完成，也需要大家的集气哦。另外呢，今天我来示范两个开箱的这个文具，也希望可以让大家呢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可以跟我一起玩手账。但目前因为口试的时间还没有确定，所以请大家再等等我咯。我没有那么爱你，请你别突然靠近，找出你真理，拥抱就可以来聊聊我心意。我没有那么想你，我只是在你怀里好，我们送上的是聊表心意。我们昨天有伙伴说，哎，这首歌很好听，应该来练习哦。不过这首歌难度有一点高哦，大家如果真的要练习啊，要花一点时间，所以先把它的旋律听一听哦。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就是画手账的另外一款，就是荧光笔。那颜色呢，这非常的柔和，是马卡龙的颜色。那我们可以来做边框，透过这种很温和的颜色呢，自然形成一个就是用麦克笔的手法来进行的边框，非常的好用。那这一组笔大家在上次已经看到另外一个颜色了哦，所以呢我们现在开始，请按下520999来一起呢爱的点点名，
谢谢大家在落霞时光进入我们的课程。我们现在推荐的这首歌曲是薛之谦跟刘惜君所演唱的《聊表心意》。好，那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呢，把你的边框组合起来。那我上半段是用这一盒很淡的颜色。好，下半段呢，我们用另外一个颜色哦。那只是我的醉意，会催人天晴。我内在哪里，难了的我心意。然后可以两边同时进行接力。在《无限歌谣季》这首歌非常的红，后来在两年后，这个薛之谦把它收录在专辑里面。为什么要负气离开啊？我骗过了自己，真的是活该。好，女生的部分。我当年看着你，不问哪里，就到处跟着你，用旧的心。我不问你要去哪里，我到处跟着你，用旧的行李。的决定我都依你，我说服我自己，等等你。后面很高音哦。我没有那么爱你，你不用再来关心，想表示怀疑，不然我多说几句，聊聊我心意。真的蛮高的，我们还是唱薛之谦的那个音比较刚好。好，好啦，现在我们开嗓哦，让大家听破锣嗓子，然后呢，哎，惊醒一下。下午的5:16，我们来进行爱的点点名。今天开箱的是我们的这一个动暗动柔光笔二号，哈，跟这个厂牌没有任何的结合，所以呢，没有代言，没有回扣，只是纯属呢，哎，它这一排好像还蛮不错的，那就用这个方式呢来做一个小连接，在我们的手账世界呢，就任何笔都是一种装饰、艺术、表达。那今天就可以看出呢，吕老师想要用柔光来装饰我的七月手账。我的七月应该要很精彩才对哈，因为要进行 final。那进行 final 我就要特别的加油咯。哎，奇怪，我怎么少一支？一二三四五。瞬间一支笔不见，好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再找。好，那大家现在如果准备好，请按01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一样是来做七月手账的一个练习哦，在这里，粉红色。好，那我们也是一样，可以刷一刷第一横。如果你有荧光笔，就拿起来练习吧。第二横。那我们镜头聚焦会追踪我的手，所以我尽量以你们为主，但是很难呢，哈。
所以大家多多包涵哦。看不清楚它，等下就会自己清楚。好，这个颜色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哦。虽然很多人说以我的资历啊，那个学历根本不重要啊，但是我不是为了学历回去读，所以我当初没有想要毕业哦。我就是两年，然后学习成绩第一名毕业之后，我就没有想要毕业了。可是教授就一直跟我说，哎，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个写完哦。好，那我们进入七月份，来一边听歌一边来写字。第二个开箱的是你永远的好朋友青复古速干两色暗动中性笔。 OK， 一支笔就有两个颜色。好，很特别哦，两个颜色。从这边按就有一支笔头，会有个小圈圈哦。先把小圈圈拿掉。好，一支笔两个颜色。好，还蛮好写的哦，写起来是蛮好看的。我七月应该要是绿色的，用木纳美。对嘛，干嘛要负气离开啊？我每次听到这句就很想骂人。好，唱女生的部分，高音的地方不用唱。就到处跟着你，永久的心里。你年少的决定，我都依你。我说服我自己，等你。我没有那么爱你，你不用再来关心。记得那作品，等你的作品。
起，别疯狂的找你。Hello， 我亲爱的朋友，下午好。我们听了一段歌曲，把七月份《嗨你好》的手账封面呢设计好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也是要给七月份的自己一些金言佳句，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度过我们的七月。因为下个礼拜，孩子们又是线上课了。大家有很崩溃吗？我倒是没有，因为我很喜欢跟孩子在一起，我喜欢煮饭，我喜欢跟他一起运动，我喜欢看看他。 Jerry 好，佩君好，美芳好，谢谢佩君跟美芳的祝福。雷欧好，玉林好，小英好，贡丸好，钟怡好。这个如果我没有叫到你的名字，你可以再重新叫叫我。博如好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来分享一篇文章。这篇文章我放在昨天的这个环岛雅居共备工作坊，它是一个私密的社团，过去有六七千人，但是后来都被我解散了。怪人绿绿老师把它解散哦。在生活里面呢，归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但是很多人的归零不晓得为什么。我的归零就是我想要回到我自己。或许有一天你们会发现绿老师变得不一样，那也是我。好好，今天要谈的是静思语。谁都会害怕失去，尤其是拼了命的珍惜后却还是什么都留不住。感情啊，还是顺其自然吧，无可奈何也好，心态淡然也罢，唯有时间能说真话。好，我们今天的第一句话是时间能说真话。我以前在教书的时候常常跟我的学生说，时间就像一把筛子，它为你筛去了不好的，留下了美好的。所以我们总觉得记忆特别美是这个原因哦。好，那时间会说真话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把不能解决的事交给时间。当我们把一切交给时间了，时间就会替我们解答。你也不必这么的着急想要寻求一个答案。那我们这两种笔一起来用用看，每一种都试给大家看。好，今天绿老师忽然想到，我七八月会开一种课，就是硬笔字的练习。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呢写不好，是因为软笔字的基础是硬笔字。所以呢，可能我要先开硬笔字，哦，然后硬笔字写到一阵子，再把软笔加进来。但是在绿老师的快闪公益课，你就可以看到一些蹊跷哦。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人，你可以自我练习，好不好？慧根，看你是要慧根还是慧根呢？哈，慧根就是跟来跟去的跟，然后慧根就是智慧的慧根。静平好，好，现在请按02。如果你已经完成了这个阶段的话，那我们现在要用这个，刚刚我就介绍的新款的笔，好，来做一下这个星芒，无敌星芒，一笔两色，还蛮好用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会不会透色？哎，还好，没有透色哦。所以我们七月份
的手账这个部分呢，就是我们要在这边记录真实的话。你的心常常在骗自己，我们都常常在骗自己，而且很会骗。有没有骗过自己？有的人帮我们按03。真的，我们很会骗自己，而且呢还骗到天衣无缝。那既然我们这么会骗自己啊，我们就来这个把事情呢做不到的事啊，想做的事，想害怕的事，全部呢都放到我们的这个说真话的框框里面，然后呢就是诚实的面对自己，然后把这件事交给时间。好，心忙画完呢，我们就来狂点点点点点点点，很遥远的星空。好，每一色都可以点，孩子最喜欢这个时候了。但是你的点要垂直哦，你的点如果不够垂直，那个点就会变成歪点。我们刚听到的聊表心意呢，它也是透过时间啊。可是呢，我们人生到底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呢？你有去想过这件事吗？所以与其坐以待毙去等时间说真话，不如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做些事吧，对不对？你想知道的那个答案，它迟迟不会出现，或许要到你临终的时候才会出现哦。难不成你要这样等吗？所以呢，我不赞成空等时间，我们跟时间一起并肩走，时间在走，我们也在走，不要坐以待毙。 OK， 好，点完了，有没有觉得哇哦 bling bling bling。 好，下午的5:30，怎么这么快，听一下歌哦。好，那你们在点的时候我要来朗读了。谁是真，谁是假，谁心疼的把你眼泪擦，你以后就会知道啊。人这一辈子啊，有人羡慕你，有人讨厌你，有人嫉妒你，有人看不起你，没关系，他们都是外人。生活就是这样的，你做的一切不能让每一个人都满意，所以不要讨好别人，丢失本性。一样的眼睛，不一样的看法；一样的耳朵，不一样的听法；一样的嘴巴，不一样的说法；一样的心，不一样的想法；一样的钱，不一样的花法；一样的人马，不一样的活法。所以你要怎么样看待自己，交给你自己。好，04开始，我们要写的是，这个世界不是用眼睛看，是用心去品味。合得来则聚，合不来呢就散，这个就是吕老师的哲学。但是散有时候呢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没办法好好的散，没办法好好的散的时候呢，那就呢柔软的散吧。啊，怎么样柔软，你自己的心决定了就散了。真的，有时候你很爱很爱一件物品，爱不释手，甚至想要拥有它，可是当你不想拥有了，你再看到它你都不会有心动的感觉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一段话是出自于静思语，我们要把它写下来。好，再优秀的人要碰到识货的人，但我不会开始叫你们练那个草体字啊，我们一开始就练 POP 的硬笔，好，不要吓到啊。绿老师会印教材给你们直接抄，好，
然后呢，在付出也要遇到能感恩的，你在真诚也要遇到有心的，你在谦虚谦让也要面对能珍惜你的。所以你所知道的不要全部说出来，你所看到的也不要全部相信。所以我昨天读了这个文章，觉得蛮有趣的，也蛮符合人性的。在我进入50岁这个十字路口，我发现这一段话真的很真实。好，如果你已经写完，请按06。那我来分享一下我今天的自己的手抄本，我是手抄吉米 SPA。 生命里惊心动魄的转折，来不及准备也无法预料，所有的美好都在当下。那我们有两个好朋友，是玉林跟雷欧，都有把这一则放在他们的脸书里面。那我抄写雷欧的，雷欧说呢，感谢生命中所遇见的所有的鱼啊，滋养彼此，分享交流，聊得来不用刻意，聊不来无需勉强。的确是啊，人生你不知道你下一秒在哪里啊，所以呢何必在乎呢？你现在很坚持，搞不好你等一下两腿一蹬，你的灵魂就回到天堂了。那我其实会被雷欧这一段话吸引，是一起会问心无愧，一日一生珍重再见。因为我常常跟我的学员说，绿老师每一次上课都很尽力，而且都很尽心，是因为我抱持着一起一会，一生玄命。我很喜欢一起一会这句话，所以让我们快乐一点吧，去面对所有的事。好，请按07。我们接下来需要你找一个圆形的东西，好，比如说圆形的盖子啊，好，圆形的印章啊，圆形的万金油啊，好，所有圆形的都可以。我们要来描边，也是用泡泡来代表我们的七月，好，七月的真心话。好，那我就先来示范了，我们就用刚这个双色笔。手边有什么眉材就用什么，不用去在乎它圆不圆。换个色，圆形的硬币也可以哦，去找一找。如果你已经开始画了，请按07。然后可以重叠，我们教过了嘛，可以重叠。好，我这一次跟你们同步哦，我在我的桌上在找我的圆形，圆形的东西还真少啊。啊，万金油的盖子。扭蛋的盖子，是不是很好玩呢？所以呢，暑假就可以带着孩子来一起寻宝，有哪些圆形的小东西呢？对，宝贝把东西找出来之后呢，我们一起来画圆哦。画得不好没关系，因为这就是你呀。在暑假的成人写作会有一堂课是绘本写作，我们会来谈失落的一角跟遇见大圆满。好，虽然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，可是怎么写才是功力嘛，对不对？怎么带你们写，不是写读后心得哦，读后心得大家都会写，大家一定会写得很好，都会说啊，哎，这个故事呢带给我非常大的启示。我本人呢非常喜欢这本绘本，然后呢我看了这本绘本得到什么，就开始这样一直写。这个就是我们亚洲文化
制式化的，就是只能说是，只能说 yes， 只能说 OK， 就不能有一个人说靠这本书太烂了sorry COW 我是在讲那个母牛为什么我们不敢说不，也不能说不呢？因为我们被制约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都很怕失去，失去了谁，好像我们就很糟糕了；得到了谁，又好像无比的荣幸。事实上，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一个人而已。遇见了谁，就跟他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，谢谢你来到我的世界啊。但他离开了，你就跟他说さよなら goodbye， 不要再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呢，有一位学长非常的优秀，我们都觉得他应该会是一个非常棒的老师。哎呀，我找到我的耳环呢、欸、我不知道我这一盒是耳环，你看我这么可爱的耳环，哇，太美了吧。还有一把钥匙，这把钥匙到底是要开哪一个地方的呢？我已经忘记这个盒子里面装的是耳环，猫咪的耳环。所以我们常忘记很多事哦，我们记得的都是那一种很执着的事情。哇哦，这个耳环好漂亮哦，应该是我女儿的，我买给她的。没有打洞。对，非打洞耳环。好漂亮。啊，今天跟大家画图，画会痛吗？不会啊，你去试戴看看吧。画着画着就找到了我的耳环这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好像在一次演讲的时候，然后走进了一间精品店，然后买下犒赏自己的。从那一次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买过奢侈品给自己。这十年来都非常的节俭，把钱存起来要给家人用，给长辈用，给孩子用，就没有给过自己。那这个好像是我妹妹送我的，这个是我学生送我的，这个我忘记了哇，好开心哦，我居然找回了它。我刚刚在摸，摸着摸着就摸到这一盒，它装在一个玫瑰花的马口铁面，再把它盖起来吧。或许有一天我会再打开它。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某个盒子被你打开了，某个盒子又被你关上了。好的，如果你已经画完这些大大小小的圈，你不要在乎它不完整，它就是不完整。谁一出生就是完整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美化它。我们现在用圈圈点点，随便你想用什么，它就是像一个一个星球在漂浮。你开心就好了，没有人规定你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。你要在上面点几个点也可以，颜色也不用管，到底要配什么颜色就开心。在这些世界上太多标准了，每一个人的标准好像都在指责我们，我们不合那个标准，我们就是不合时宜。今天要讲一个比较可异性的，就是去他的不合时宜。我们何必在乎？只要在安全的范围内，没有伤害到任何人，也没伤害到自己，我们就做我们自己吧。所以我还是要把这句话写给大家，去他的不合时宜。所以今天这一块叫做时间讲真话，你可以这么写的。好，好，那我来率先哦，
就是这个就是你的树洞。好，我们的树洞的主轴叫做 TMD， TMD 大家自己去查一下网络的用语。好， TMD 树洞，当你心情不好，七月份有心情不好，你就来这里喊一喊吧。你总不能一直等着绿绿老师开直播听正能量，对不对？好的，瑞琴好，金平好，胡大哥好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呢在网络上好好的跟好朋友分享正能量，那我们自己的私密空间，我们也可以面对自己的负能量，这个叫正负平衡。正负平衡就是我们不要假装没事，人假装心里都知道，人假装五脏六腑都知道哦，人假装呢你的大脑回路都知道，所以假不了的，假的真不了，真的假不了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今天我分享了两篇文章，是吉米 SPA 跟这个雷欧的，还有我分享的静思语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在七月的时候，我们的手账里面有了一格你可以讲真话的树洞 TMD。 不晓得你会不会很喜欢这个安排呢？如果很喜欢的话，请你为自己写上525，你要勇于讲出来，525999。我们再来听一下我们要练的这一首歌，我要认真唱咯。嗯，尊比尊比，好，再来呢，我们现在要来跟大家谈谈你的情绪怎么影响到你的器官哦。待会儿音乐过后我们就开始了。我没有那么想你，就骗自己。好，那我们整面这边也可以继续画圈圈哦。OK， 整篇都是七月的树洞。这首歌叫聊表心意。回忆在整理却旧的心底，我当年扶着心离开了你。每次听到这句我都觉得他活该了。我当年看着你不问哪里，就到处跟着你永久的心里，你年少的决定我都依你，我说服我自己等等你，我没有那么爱你，你不用再来关心表示怀疑。好，准备了，我们来写下心情。聊表心意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微博的关心啦，就是略略的表示我的心意，叫聊表寸心哦。好，那在这个冯梦龙的《警世通言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这个篇章里面有一段话，叫早闻曾以小侠托于人奉至聊表寸心，
从此不复相见矣。所以聊表心意是微薄的心意哦，不是很重的心意哦。他们两个人呢不能再在一起了，所以只能聊表心意。 OK， 好，那到底金木水火土是主哪边呢？我们现在要写下来了。好，首先呢我们的这个金，好，金就是管哪里呢？金就是管肺。在我们的五星时间里面呢，我们画一颗星，永远要记得，好，今天绿绿老师跟你讲的，我们的圆圈还可以用在这里，你看，好，画五个圈，你就知道我的手账课多有趣了。我们要用很多的方式来照顾自己的身心灵，懂得要很多啊，你不能只是说我要正能量，我要正能量，唱歌越唱越生气，有没有听到这一首歌？怎么可以负气离开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两个人在骗自己。好，画五颗星，我怎么能不恨你？好，恨在这里。恨呢，在这边哈啊，管什么的，大家知道吗？我们会恨就是愤怒嘛，对不对？你生气，一直生气，一直生气，好，哪边会不好？猜猜看。你的领先啊，会变黑白，你的人生会变黑白，所以不要生气气 ，no no no， 没有生气气哦，哈。好，那再来呢？我们的火，金木水火土的火，火呢？火是谁啊？猜猜看，常都说心火上升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心会火，那心主要是主宰哪里啊？它主要是主宰喜乐，所以呢跟俗谚不太一样哦，你叫快乐，你的心就会旺啊。好，顺便练练硬笔字哦。OK， 我们接下来呢听的这一首歌是毛不易，我非常喜欢毛不易的一首歌。今天在车上有听到他的歌，可是我觉得听了这一首好像会被赶出去。但是还是要听一下。好，毛不易在《陈情令》，好，这一部电视剧里面呢又唱了一首歌哦，真的很好听，所以呢就是来给大家听一听。诶，怎么找不到呢？哦，荒城渡，《陈情令》里面薛洋这个人物的主题曲，我们来听一下周深。对不起，不是毛不易。早上坐车的时候听到这一首歌，好喜欢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写金木水火土，就要来一点古代的歌。这首歌歌词很美很美很美，但是我没要唱。除非你们敲完我才会去学。
眼中浮沉，手中残魂，那故事斑驳荒尘，修炼天真，拨开心门，握一颗糖，暖这孤身，颠簸命运多残忍。我只会这一句。耗尽余生，能重生，一等再等，终分羽化星辰。哎，我居然会唱哎！总是迷过，当往事困住我。太伤本源的歌了哈，这首歌的歌词很虐很虐，我有点被虐到了。好，我就当背景音乐好了。我觉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金木水火土伤到哪里。水，好，水呢是主要是管哪一个小器官的呢？谁知道？请喊哟。水呢主要是管肾的。对，水肾水肾。所以什么样子肾会不好啊？好，水肾水肾呢主惊恐，你也怕怕，常常怕怕。常常怕怕的人啊，你的心不太好哦。我现在来变成那个台语电台，我们在卖油啊。好啦，再下一个金，要让你们下班的啦。好，金管哪里？肺。好，肺部。然后肺部呢主悲伤，你常常哭，你也好好不停，你那家妈妈好。悲伤会伤肺哦，所以会咳嗽，有没有？像我最近都咳整晚。好，再来我们来看土。土是管什么的？土是管脾脏的，脾脏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小奴婢，好，它专门负责燃烧的啊，好，帮我们分解脂肪的哈。但如果脾脏不好啊，人就会发胖哈。所以你欧北修，一直修，主思虑，想太多啊，脾脏不好，你的根本就不好了哈。那他们是如何相生相克的呢？来，我们就是这样子啊，金生水，然后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。土生金，好，所以就是一个善循环，我们就是一直在这个循环里面，金木水火土，好，那相生就会有相克嘛。金呢他们怎么克？金克木，我们用红色来画克，金就会去克木，然后呢木就会克土。你如果很悲伤你就会愤怒啊，你如果很愤怒啊你就会想不清楚。好，那土克水，
你想不清楚就会害怕，好啊，水克火，那你害怕就快乐不了，了解吗？好，那火就会克什么？火就会克金，所以快乐就可以把一切都摆平，所以它是第一名。只要有快乐，什么都好。你快乐了，你就不悲伤。好，不悲伤呢，你就不动怒。不动怒呢，你就思考清楚，思考清楚你就不怕。所以呢，心脏先好，心脏好了肺部好，肺部好了肝脏好，肝脏好了脾脏好，脾脏好了肾脏好，就是这样子，深深相生相克，看我们怎么去处理，了解吗？所以要摆平情绪。那这个写在手账里面要干什么呢？你就可以这样记录，7月1号我有没有快乐，就写在这个边边。你一个月下来，你就可以记录你到底快乐几次，惊恐几次，愤怒几次。只要生气就来这边写一下，7月5号。只要在想不通，就在这边写一下。当如果你今天很快乐，你就可以写正能量的。所以这张表呢，就需要给你记录。你最后可以统计你的次数，你这个月生气多，还是快乐多，愤怒多，还是思虑清楚多，还是悲伤多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练习的部分，请大家多多加油哦，是可以练习成功的，绿玉老师跟你保证，真的。好，我们写一段这个歌词好了。好，这首歌呢叫做《荒城渡》，我们写在最下面好了。希望我们的身体不是一个荒城哦。如果我们身体荒了，那我们整个人就会坏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用《荒城渡》来帮助自己。度过每一个难关，好，我要写个歌词来，我来看一下，找一下有没有网友把歌词放上来，我们先听一下哦。我一颗糖这鼓声颠簸命运多残忍，最怕银河哦，找到歌词了，是否能重生，与等再等，善恶中分，羽化星辰，好，要上扬，我不闷了。好，这个我们要写的就是是否能重生。每次呢记录这个表格，就要问自己：我要不要重生了？一定要重生啊！当然要重生。是否能重生，也盼心中生出一点萤火。我们把歌词拼一拼吧。听说这个角色是陈情令里面很悲伤的一个人，不过因为我没有看陈情令哈。你会说绿老师你这样也能玩。好啦，写完就放饭了。这首歌不会叫你们练啊，叫你们练大家都变周深了，对不对？人世浮沉，无悔此生。
悔哦。这一段我最喜欢听。祝我夜半心中生出一点萤火，孤城的传说有谁来过。哦，好高哦。我在等着因果渡魂渡魄渡我，这句我最喜欢。最后这一句哦，我在等。好，我在等这因果。这一句话我一定要用这个我最喜欢的绿色来写。渡魂渡魄渡我，我就是被他这句吸引到的。渡魂，对，就是这个。我今天早上在车上就听到这几个句子，就觉得哇哦，被电到了。我们自己度自己吧。他说佛度有缘人啊，那他等佛等到什么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们等我们自己来度我们自己啊。 OK， 今天送上两首歌。第一首歌是这个薛之谦跟刘惜君的聊表心意。好，第二首歌是这一首由周深所演唱的荒城渡。那最后一首我们送给大家的是毛不易的不染。我们希望我们这一生都可以清清白白干干净净，不染尘埃。香蜜沉沉烬如霜主题曲。好啦，画一朵莲花送给自己。今天的课程还喜欢吗？我们现在是6:07，我们度过了快乐的60分钟。在落霞直播里，我们谈的是人生，谈的是健康，谈的是未来。希望我们都可以不要让身体变荒尘，我们都可以等待重生，然后我们都可以自己度自己，成为一个不染的人。七月时间说真话，送给你。人生的树洞自己挖，自己的坑自己跳。让我们对自己勇于说实话吧。爱恨都是分明的，无味杂陈的人生何必
说假话呢？最后在这首歌曲送上给大家，不染，希望我们都可以如何出淤泥而不染。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课程，请你打上52059，525999，1314，啾咪。生生灭灭，浮华是非，百花开只是在醉。放个烟火给自己吧。双双的时光。只是在醉意外，愿这真诚的时光不再枯萎，再回首前尝新酒余味。无情中一瞬尘灰，一念来回独与伤无悔，一场春秋，生生灭灭，浮华是非，待花开只是在醉。